剑神方六克剑姬，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中远程新型轰炸机。人民红军多年来建设东海，建混南海，建出西海，西到顺航，拢有剑神方六克的剑道遗珠。空军飞行员西岛顺航，就是伫咧用战机的方式，重用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。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，那就是咱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用的，也绝对不可能对中国分割出去。人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、充分的信心和充足的能力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